那有机会再拼一个吗？有机会。现在吗？进行中吗？已经已经着床了吗？没，还有我，不是啊，不是的，他还在计划。我除了我之外，老婆都会在家，尽量他尽量少出。那你回家会做什么？消毒的一些措施。就其实啊，所有的，我也都买洗手的啊，然后喷枪啊，就是全身消毒才这样你比较常出门啊，你会不会有时候回去干脆就跟老婆小孩分房睡？其实还好，我就是女儿在的时候还是要抱，希望她在我旁边。那有机会再拼一个吗？有机会。现在吗？进行中吗？已经已经着床了吗？没，还有我，不是啊，不是的，还在计划。哦，你要讲清楚。害羞了，已经退休了。你不要怕害羞，只是对这计划害羞。是因为3个月的关系吗？是因为疫情。没有说是因为3个月的。哦，没有，不是。这真的还没有。是。我们也是希望疫情比较稳化，叫什么？稳定一点，趋缓一点，对，才。其实因为这两年里面有很多原本有很多计划，只是因为计划跟不上变化，一直取消，一直延，一直取消，一直延，所以还是有持续的写歌，持续的对制作音乐。那有没有今年比较近期的规划？比如说近期或者是有，现在计划是七月八月可以允许的话，就是办个人演唱会。我想要放一个比较小型一点的，大家可以比较享受音乐的。大概是多少人的演出？目前计划是大概1000人左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